我来赴十年之约，我要做天下第一。等我十年，我一定赢你。啊！再等我十年，我肯定赢你。你再给我十年，我就赢了。你到底练的什么功啊？哼，终于把你给熬死了。告诉你姐妹练的什么功吧，养生。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今儿几个哥们儿要出去一起唱歌去。去呗。他们还要找小姐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也找一个呗。好啊。真的啊，老婆你同意了？老婆你真好。你去哪家 KTV 啊？怎么着，你还有查岗去？你今天在这儿花多少钱，明天我就去这 KTV 给你挣回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AUTV 电视台，我是主持人。今天咱们的话题是怎么揭穿骗术。刘大师您好。哎，你好。听说您能预知未来。那必须的。哎呀，这一下您预知到了吗？大家看，原来揭穿骗术就这么简单。医生说最近您得少喝酒。好的，来干杯。咱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我们挺好的。咱们俩不合适。那好吧，把我给你买的东西通通还给我。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有空去拿吧。那鞋呢？你车祸的时候我给你输的血呢？等着。这他妈什么呀？你的血，这是首付，我每个月分期付给你以后。你居然搞我马子，还要搞我对象，现在还想打炮？你以为有车就了不起啊？下个棋哪那么多废话？是。哟，老婆您回来了，我给你做饭去啊。不用了。哎，老婆，我帮你拖呗。不用了。我一大男人，你总应该让我干点什么吧？你就好好在那跪着吧。好嘞，老婆。多年以后，如果我未娶。我为嫁，那他妈咱俩得多惨呀！我都乐，我都乐，我都乐，我都乐。